视线转向缅甸，7号也就是今天，缅甸呢将举行20年来首次多党制全国大选。大选呢将选举联邦和省邦各级议会代表，联邦议会再选举产生总统、副总统，组成新政府。其后呢，现在的军政府将向新政府移交国家权力。根据联邦大选委员会公布的数字，将有来自37个政党、约3000名候选人和82个独立候选人参加本次大选，竞争1159个各级议会议席。2008年，缅甸全民公决通过了缅甸联邦共和国宪法。依据新宪法，缅甸国名将为缅甸联邦共和国，首都为内比都，实行总统制。